时尚女魔头米兰达现身巴黎，骚动因化妆师超强易容术骗倒众生。哇，相隔18年，梅姨再次化身穿着 Prada 的恶魔米兰达现身巴黎时装周的高定秀，才怪！这位米兰达可不是梅姨，而是英国知名变装皇后兼化妆师 Alex Stone 的杰作。她也在社群分享超强易容的化妆步骤。所以电影《不可能的任务》易容术吸睛哎，是说 Alex 不止一次以变装成名人参加时装周引起骚动啦。Bang bang bang。What?